宾哈，在场的各位主管，大家好。我是成功大学物理系的老师张书全哈。那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回到母校。那其实我们就是做物理系的嘛哈，我们是都是研究这些物质啊、能量啊这些交互作用啊哈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唯一的一切啊哈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几年前呢，就是我们成大的几位老师也想要推动生命教育哈，那也曾经回来那个就是来南华大学这边的生命教育中心做取经，好，那所以几年前呢，我就来到这个南华大学的宗教所再来攻读这个硕士的学位哈，那。虽然说就是说，同时平常白天是当老师嘛，然后周末来当学生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是说，其实不过这样有带也蛮比较可以体会学生写报告的这个辛苦，那也可以体会就是这个缘起的这个关带的道理这样子，好，那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念了很多个学校，那。我觉得南华大学是我念过的学校里面最有人情味的学校。好，那我们来念书的时候，有时候周末住在那个饮水居嘛哈，那晚上还可以听到虫鸣鸟叫，然后晚上还有那个山好歌啊，可以这个净化一下人心哦。那我想借这个机会哈，就是我要特别感谢。杨素伟副校长哦，给我很多的帮忙，然后也感谢宗教所的觉明所长啊，还有那个黄国清前所长哦，还有我指导教授卢德法师啊，让我们可以开启智慧之门啊，然后练习行大学之道，然后做社会的中流砥柱啊。那当然特别要感谢的是我们创办人金宇大师啊，那。我觉得就是很佩服他当初办学的远见，那还有他这个想要把这个人间化为净土的这个悲心哈，就我们外面有九品莲花大道嘛，现在又有中道了哈，那我觉得就是来到这边就非常的欢喜哈，然后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是都可以感受到这份喜悦哈，那所以我相信就是在这个校长、副校长，还有各位主管哈，还有这场官学各位的合作之下，南华一定可以继续培育英才。那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、更多更好的25周年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谢谢各位。